乐人生，人生看一下，人生什么上重要？健康的身体上重要。雨に濡れてる焼け跡の名もない花も降り仰ぐ青い山脈輝く峰の懐かしさ見れば涙がまた滲む父も夢見た母も見た旅路の果てのその果ての青い山脈緑の谷へ旅を行く若い我らに鐘が鳴る欢迎每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快乐人生》，人生看你怎啊一节目。台北全境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三，快乐联播网的台北台，我是节目主持人马里克雷斯。咱这个节目是由台湾领社制作播出。现场的电话是控制0537171797，控制0537171797。来，亲爱的好朋友呢，哈。咱来听一首叫做《大阪情话》，好不好？Osaka Jowa， Osaka Jowa， 大阪情话，哈，嘿。心や銭やない泣いたらあかん泣いたらあかんべっぴん台無しや飛びたのお店に出るという都会恵比寿の泣きながら通天閣見上げこれでうちの人生終わりやと思ったけど死んだらあかん精一杯生きてみようあんたの言葉聞いてそう思ったんや何が不足や知らんけど拗ねたらあかん拗ねたらあかん男が廃ります泣い泣い尽くしで来たくせに愚痴を魚にはしご酒飲んでも何にも変わらへん
この世で起こったこと、この世で収まらんはずがない。山より大きい獅子は出えへん。今日気持ちいいな。夢を捨てたというのなら拾ってあげる、拾ってあげる。大事に温める。花の19と15まで共にどぶいた踏んだ中、やけぼくりに今こそ火をつけて、うちと一緒にか、うちと一緒になれ、なれへんか。这是哈，这个大阪腔调哈，非常浓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就是大阪腔调呢哈。我看看伊的这个啥，这个歌词嘛，介有意思哦。我连刚来介绍这首歌呢哈，真的蛮有意思的哈。好，来，继续来听这首叫做《王将一代小春》的诗句嘞，《乌秀一枝来可哈鲁》诗句嘞。林刚咱也来介绍王将吼，啊，若讲要来台办的话吼，嘿，无来了解王将袂使吼，嘿，所以讲吼，王将一代吼，小春时节哦，可乌秀一枝来，可哈鲁时节嘞，王将嘞吼，伫个即个哪里有纪念碑？那个直天阁库。天守阁那边就有那个就是有那个纪念碑的这个所在呢哈。你看伊这首歌的歌词哈，迄落杜家迄首啦哈，小春，那迄落大阪就话毛公的天直天阁阁哈，天守阁呢哈，来。
这是奥秀一吉奈哈小春哈考哈鲁真西古勒，诶，伊个迄个宝就是阿春啊啦哈，即、这个王将的宝就是阿春啊哈，嗯，来哈，诶，咱过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嗯，落叶西雾哈，哦，即把西古勒呢哈，讲实在呢哈，秋天哈，秋天就是。落叶的时阵吼，伊的叶啊会先变红，变红去了后呢吼，啊，伊再吼，诶，这个啥，诶，变红去了后吼，伊再落叶吼，好，来，林刚，咱来讲吼，叶啊是安怎，那会变红啦，会变黄去啦，好不好？吼，来，诶，我这把是。一梦啊，时雨呢雨呢地，流れ果てない一滝き、望みも夢も儚く消えて。涙の渡り鳥酒にあつれて未練に痩せて
芝麻食物的哈，这是这个老朽食物来哈，咱台湾领先的哈，在这个10月18号有一团要去东北的团体啦哈，啊，过来，这就是要赏枫的，过11月26号，即马改27号啦哈，吼，我去予航空公司去，甲袂晓讲呢吼，嘿。都吼，即个甲我讲26号的机会啦，结果呢吼，要付定金吼，伊讲甲讲，昨讲甲讲变27号啦吼，嘿，大昨日佫甲讲26号，这样信誓旦旦的呢吼，还有没有关系呢吼，哎，就差一天而已哈，那个11月底、12月初的枫叶拢盖碎哈，即大家拢会当安心呢哈，哎，我即马即影片都是拢11月底、12月初去拍的影片呢哈，嗯，好来，亲爱好朋友呢哈，啊，咱也有想要参加。啊，这个赏枫团呢，哈，随时用卡电来跟我们联络。今麦你买西卡，02-2537-1797，02-2537-1797。来，过来听一个广告。进广告，快乐手工皂，过去咱伫咧做生命教育，预备将近10年到即久，啊，阁有真侪好朋友伫咧使用，因为咱无将做化妆品的甘油抽掉，所以非常的好用。唔管你是要洗面、洗头、洗身躯，拢是非常的好。一打12袋2400块，0537-1797，0537-1797。巴拉休地踮伫民间已经是非常的久。近年来，日本甲着咱台湾经济部工研院研究的成果，进一步证实巴拉心地内底所含的巴勒多酚以及着维生素 A、B、2、C 以及着钙、磷，这些成分对着咱的身体拢是非常的好。上加宝贵的是伊的巴勒多酚会用阻碍着淀粉的吸收，也会当阻碍着糖分转做脂肪，尤其对体内多余的脂肪甲着糖分有三高问题的好朋友，会当上加安心来啉。像巴勒是大当的原生品种，伊的巴勒呢是细细粒啊，敢那亲像一颗银安尼，小啊嘛是真细真细，对着健康非常有帮。做的巴勒多酚老一辈都知道，起码巴勒心作为养生以及就对抗糖分来使用。有糖分的好朋友，咱这一罐内底有80小包，每天饭后来泡一包啊，一天啉2-3包，会当差不多啊啉一个月，一组3罐240小包，3000块。0537-1797，0537-1797。以上广告。台湾心，世界情，みんなで楽しく世界のために行きましょうね。亲爱的朋友，今日台湾心世界情，要来给咱好朋友介绍的哈，就是叫做京都有一个真水的所在，叫做平等院凤凰堂。平等院凤凰堂呢，伫京都呢哈，沿着这个宇治川这个所在哈，所来起的，也就是日本早期的这个木造建筑。听伊讲是过去古早呢吼，日本人对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应该讲是这个真极致具体这个实现这个表现的对啦吼。那这间寺院呢吼，这个平等院凤凰堂呢，是踮这个西元1052年，有的京都府呢，当初是伫宇治市平安时代时阵吼，一个非常有这个势力的吼。叫做藤原赖通呢，藤原赖通叫做伏击花郎哦，有厘米子，伊是伫西元992年到的1074年，爱平安时代时阵哦，是一个公卿，那伊个老爸叫做藤原道长啊，伊起这间呢哦，就是要起予伊个老爸做的这个北院，好、哦、伊改建的哈、哦，做了伊个老爸哈，而、哦、这个北院的了。规模非常的大，差不多这个平等院这个所在呢，哈，基本上讲起来呢，哈，伊是哈要改伊因的这个宇治川的水呢，哈，伊的这个佛教的末法的这个境界安尼哈，来因来到的这个啊，有这个
阿弥陀佛这个堂哈，这个所在，然后来做的一个水池，哈，也就是很出席当兵这个拜殿这个所在，哈，阿弥来给打造一个净土的庭园，应该是安尼讲的哈。很出席，你那是去，你也看到这个水池呢，那这个看到这个凤凰堂哈，这个门楼这个所在，你看到。这就是这个目前的日本的硬币十块的这个背面的哈，听说这个古老的这个平等院呢是真有具有代表性的，对这个阿字词呢哈来去呢哈，初期因为供奉的这个阿弥陀如来来的有五十一尊，那这个五十一尊来的呢哈，它叫做阿弥陀堂呢哈，然后在里面你能看到真。我不用说很漂亮，金钟岩金钟岩的云中供养菩萨像，我头一次去到那时候，我会感觉说，哎呦，怎么有这么漂亮，我用过漂亮来形容，感觉很奇怪，那我发现真的感觉就是这样，都是亲像在云顶这种的这个不像，然后我会感觉就是感觉，哎呦，怎么会这么漂亮，这样的感觉然后过去较济遍了后，我会感觉伊是有一种感觉讲，入去到底吼来来底时阵，你会让你的心吼安足平静的吼，迄种感觉。那而且阿弥陀堂伊外形呢吼，都有两只安尼用要搬起来这种的凤凰吼，应该是安尼讲的吼。那这两只呢吼，应该是非常尊贵的象征嘛吼，这是用过这个。唐雷者的凤凰像，听说在这个江湖时期的时候呢，改合作凤凰堂，过去呢，它不是叫做凤凰堂了，对啦，因为它那是顶头有放了这个凤凰的像呢，然后再改做凤凰堂，凤凰堂。那它里面的这个建筑啦、绘画啦、工艺、雕刻等等呢，都是国宝级的，聚集在这个地方呢，木造的这个天盖的云中菩萨供奉像啊，啊个凤凰金铜像啦、啊，梵钟噶这个壁画呢，也使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些，拢是国宝级的这个文物啦哈、哦。那在这平等院这个所在，应讲是真有这个历史价值。那这个所在被列为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哈、哦，变成是这个。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哈，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那来到这的话呢哈，你能发现到讲哈，哇，这个有够水的，对，为什么呢哈？这个枫叶呢哈，有够水，这个所在的红叶哈，你不要说什么了哈，就是你连你去看到啥呢？看到，应该讲连边数嘛水的对啦哈。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跟您说你可能不爱信的哈，都、就是在扁寿的厝顶遐所翕的。然后过来的相片呢，哈，都是翕到这个凤凰堂的厝顶，看到红叶。再过来呢，就是这个凤凰堂跟到伊这个水池啊呢，哈，这嘛拢是非常的水的。也个有呢，哈，你用坐点这个啥呢？这个跟那一个。两点啊，迄个所在呢，哈，然后你安该看去呢，哈，整个枫叶呢，有够水，有够水呢，哈，我很讲哈，来到这个平等院凤凰堂，尤其哈，你唔管是伫个平等院凤凰堂内面，或者是外面这个所在呢，好，你能看到宇治川，这嘛赶快咯，规个河流的边啊，全部拢总是红叶，有够水的红叶，我常常讲呢，哈。全世界上最漂亮的红叶可能就是在这个京都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京都这个红叶呢，你能看到没人整理的这个枫叶，也能看到有人整理的枫叶，都可以说是有够水，有够水的。然后在宇治川对面这个地方呢，还有一间这个寺庙叫做新圣寺。那这个新圣寺这个所在哈，为这个平等院凤凰堂过一条溪啊过去，不管赶快沿到位呢。这个所在呢哈，嘛，我觉得琴板有够漂亮的，应该恭喜
要200公尺左右一个斜坡的一个板道呢，然后呢有一个很浪漫很浪漫的这个名称叫做琴板，整个呢沿着这个宇治川走来到这个琴板这个所在呢，哇差不多200公尺呢，全部都是红叶，整个都是枫叶的这个石板路呢，这都是有够水有够水的所在。一般我们台湾来观光客呢，很少呢看到游览团来到这，自助的有啦，自助有，我们都有很多人会要来到这个所在呢，嘿，这个是平等院凤凰堂，各位好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去走走的，好漂亮的一个地方。嘿，好，这样不好，我们来听一首呢，有关的这个平等院凤凰堂边啊，加这条河流的歌曲，有日卡瓦的日子，宇治川哀歌，这是柯西卡奥里所播唱的歌曲。サラサラ蛍が飛び交う闇を走ってあなたに会いに行く、これが最後です、あなたに抱かれたらどこかへ私は消えて行きます、風が冷たくなりました、話しかけてもきっとあなたは何も変わらない、白い人への帯ひも締めて明日は立ちます霧の中、この恋二人の人を愛するなんて私にはできません、心惹かれてもたどれぬ夢だから、今から私はさよならします、恋は宇治川ます。過ぎた思い出めくりめくって夢が散ります。隠れ里。
好，来哈、哦，这是这个平等院凤凰潭哈、哦，咱今嘛在 YouTube 哈、哦，咧了播上诶哈，这都、就是哈、哦，这都是平等院凤凰潭哈、哦，哎，真的是一个很漂亮一个地方，头前够一个水池哈、哦，迄倒影足水诶哈、哦，它的枫叶也是非常的漂亮咧哈、哦，咱今嘛看到这个枫咧哈，是12月诶，11月27号去翕诶哈，这是2019年哈，2019年12月27号翕诶哈，啊，赶快咱今年12月27号。号码是别来这个所在呢，哈，就是非常漂亮的枫叶，哈，哎，这东西，哈，好，来，听一个广告嘞，好不好？啊，其实嘛，免啥广告啦，哈，好朋友拢知影，哈。我伫个10月18号有一团吼、哦，要来去东北赏枫啊。11月27号呢吼、哦，有一团要来京都，要来去伊势半岛神户呢吼、哦、啊，代办吼、哦，这三都就对啦吼、哦、啊。赏枫的对啦，吼，好朋友，你若想要了解，拢用卡电话来，02-2537-1797，02-2537-1797，嘿，啊，过来吼，就是这个，咱吼，为着要维持着咱的节目呢，吼，咱有咧卖这个手工皂呢，吼，手工皂是我家己做的吼，品质吼，你用足安心的吼，我拢管控足好的，我拢唔敢防大工就对啦吼，因为防大工呢吼，品质咱都没有办法受到呢吼，嘿，啊，咱若是有想要搞我斗三工呢吼，一组12得2400块吼，2400块，过来就是。这个咱的八达心地哈，八达心地也非常的好呢哈，大家拢用足安心哈，足安心来甲阮使用呢哈。你若是讲糖分有较悬的好朋友啦哈，平常时会使安尼啉一个呢哈，对咱的身体呢哈，这个糖分拢介有帮助呢哈。来，02-2537-1797来，医生讲过哈，来哈，讲到这个啥呢？迄、那个应该讲说，讲到台北哈，有一首歌哈，介有名啦。可能大家想讲，Osaka西谷的以外，还佫有甚物嘞？吼，嘿，哪里我可以西谷的？哦，这两个人对唱的哈，哎，非常的好听嘞！哈，来，哪里我可以西谷的？Osaka的古名，哪里我哈？哎，来，难吧，弄死。泣かす「それがどうした文句があるか」「雨の横丁」「公然寺」「何はしぐれか寄せがやし」今日も呼んでる今日も呼んでるドアホーハールダンジ それはよアホや酒もあおるし女も泣かすせやがてそれもこれもみんな芸のためや今に見てみ、わいは日本一になったるんや。日本一やで、わかってるやろ、おはま。なんや、その辛気臭い顔は。酒や酒や、酒買うてこい。そばに私がついてなければ、何もできないこの人やから。しません辛くともいつか泣かざの花
男の惚れた男のでっかい夢がある。好きお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ためやったら、うちはどんな苦労にも耐えてみせます。凍りつくような浮世の裏で耐えて花咲く目を飛ばない。これがおいらの恋女私の生きがいと笑う二人に、笑う二人に、何話の春が来る。这首歌哪里我可以是古的，咱讲实的吼。我曾经吼，捌想讲要学唱吼，啊那有时阵啊，伫个卡拉 OK 甲人对唱嘞吼，还唔过学袂起来呢吼，因为我是音痴啊，我是音痴。啊，佫有一首《福大地诺奥萨卡》，我嘛感觉介好听嘞吼，拢捌想讲要甲学起来吼，结果拢学无起来啦，都没有学啦吼，嘿，音痴啦，音痴就是音痴啦吼，嘿，好，来，佫来听一首。这个卡瓦吉奥多科布西，好不好？河内男人节，哈，河内哈，其实呢，哈，他们大阪分的很多地方呢，啊，某一个所在呢叫做卡瓦吉，某一个所在叫做难吧，安尼，好不好？嗯，哪里哇？哈，哎，后来听这首卡瓦吉奥多科布西，男人，河内的男人节，哈，哎。
嘿，来，哎，这是卡瓦吉啊，这里不是奥多克，就是河内的男人节啦，哈，有些时候呢，哈，你做别项代志呢，哈，瓜播完，差几说他唔知呀，我们那赛呢，哈，来伊斯兹加瓦呢，哈，有一条河流叫做五十林川呢，伫倒呢吼，就在伊势神宫的旁边呢吼。伫伊势神宫吼，咱若要去伊豆半岛，一定会去伊势神宫呢吼。伊势神宫人讲啊，这一世人一定爱去一届啦吼。日本人呢，吼爱因吼，因拢会先去这个五十林川遐洗手，洗洗再去拜拜呢吼。啊，五十林川呢，遐呢吼，这条河流呢，那枫叶也非常的漂亮吼，非常的水吼。你看看，伫个清澈的水流诶边啊，吼啊，枫叶阁足水诶，啊，伫遐洗手，迄种诶意境是安怎咧？吼，来听这首《伊势兹加瓦》哦，
亲爱的好朋友，打拼一年你敢有计划要去倒佚佗咧？搁刷咧要招咱来去看红叶泡温泉，三条的行程在你境有京都赏红叶，啊，搁有日本东北的白神山地、红前城、奥入濑溪流、石河田湖，上水的红叶伫阮家，请拍控制0235-7-1797，0235-7-1797，日本专家，台湾旅行社。进广告，巴拉休地踮伫民间已经是非常的久。近年来，日本甲着咱台湾经济部工研院研究的成果，进一步证实巴拉心地内底所含的巴勒多酚以及着维生素 A、B、2、C 以及着钙、磷，这些成分对着咱的身体拢是非常的好。上加宝贵的是，伊的巴勒多酚会用阻碍着淀粉的吸收，也会当阻碍着糖分转做脂肪，尤其对体内多余的脂肪甲着糖分有三高问题的好朋友，会当上加安心来啉。像巴勒是大当的原生品种，伊的巴勒呢是细细粒啊，敢那亲像一颗银安尼小啊，嘛是真细真细，对着健康非常有帮助的巴勒多酚，老一辈拢知影。一般巴勒心作为养生以及着对抗糖分来使用，有糖分的好朋友，咱这一罐内底有80小包，每天饭后来泡一包啊，一天啉2-3包，会当差不多啊啉一个月，一组3罐240小包，3000块，0537-1797，0537-1797，快乐手工皂，咱无将做化妆品的甘油抽掉，非常的好用，不管你是要洗面、洗头、洗身躯，拢是非常的好，一打12袋2400块，啊，我就会送你一个手工皂盒呢，吼，这个。手工皂专用的，别去浸到水那种的，用过3D 打印出来一个手工皂盒，非常的水。咱的湿布呢，哈，非常的好用呢，哈。啊，咱最主要的是无这个化学成分在内底，哈。人讲哦，年纪愈大，皮肤就愈打折呢。过来就是哈，哎，你那常常洗的沐浴乳啦、洗发精啦，哈，啊，你也引起到头毛开始落，哈，啊，而且呢，这个沐浴乳跟洗发精拢有防腐剂，防腐剂不是干那一种，是几啊种。一种细菌爱一种的防腐剂呢，所以讲有些拢藏几啊种的防腐剂伫内底，佮有定香剂啊，佮有定色剂，这种的拢会引起到你的皮肤的过敏吼，所以用个手工皂是你上好的选择，袂讲予你的皮肤来引起过敏呐，无防腐剂伫内底吼，所以讲咱能足安心来家用呢。那有需要的好朋友，0537-1797，0537-1797，以上广告。来，这个0537-1797，0537-1797，我咱的好朋友讲吼，我咧讲这个电话拢讲伤紧啦吼，啊拢安尼一直吵一直吵，吵足久的才吵到的呢吼，来0537-1797，0537-1797，安尼记起来啊不？来。时间过了足紧嘞哈，伫这首库马诺塔纳哈当中嘞哈，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嘞哈，来，明仔早起同款5点到6点再见咯，阿西达马达伊马秀。波と岩との喧嘩に咲き温州南端潮の岬よ男だあとには引けぬ賭けもあるのさ一緒に一度踊
れ苦しいよ熊もまだ夏の火祭り真夏を焦がし汗が飛ばしる母鬼課長俺の門出を祝ってくれる熊の山々山また山が遥か広がる熊野行くのさ。